每个部落每个队长都推出来了，哥哥们燃烧你的热情，接受节目组安排的挑战，是由队长要亲自出来参赛的，就是一个队长跟其他的部落的队长，你能够挑战几个人扳手腕扳赢他。哦，我先听一听出来，他赢的他就去行，掰手腕，掰不断，我怕把我胳膊掰断了。欢迎三个，我给你讲个笑话。好，欢迎三个，你可以那个五分钟不讲话。好，反正五天吧，五天不讲话。那完蛋了，我出力了，不用比了，五天不讲话。这是个挑战，谁啊？六个，五个还是六个？我不知道，你们随便选，那就好，随便。至少也争取不落底吧，不落最后一个吧。温哥，你一定可以。我觉得你首席那个那个初代哥哥你也没问题，初代哥哥小春哥你没问题，很难说吧，所以难说，他没什么力的感觉，后面这边感觉没力，就七个而已啊，你就随便赢他两个。这场是队长之间的对决，请举牌。哇，我们是不是有点太嚣张？啊，我是六啊！啊，小七哥，不是你自己说的吗？三，二，这是五啊！二，这是五零，没有，不知道。一零，哦，不知道规则是吧？不一定。七。哇，挑战七个人啊！好，我们是七号啊，我们是七号。可是你写七耶，不是我写的，是他写的，不是，所以他来判，他来判，挑战七，小春哥的是两个，好，两个，啊，不好意思，各位队长，我们切磋，人可以你选好了，我 OK， 我选，你先 PK 是吗？咁你咯，那开始啊，来手，来，加油，OK 吗？我没有，都可以，好，加油啊！哇，小春好像很有力，手一放就开始啊！对，哎呦呦，男人之间的对决啊！没有，我们对好位置啊！好的，好嘞，我手一放，我怎么样？哇！Thank you。OK。都准备好了吗？OK， 一、二、三，哇！啊！加油！哇！哇！哇！小七哥有练的，你看小七哥的手臂，对，好干净。It's OK， 我知道你的能耐的，那 OK。成功了，小春。衣服还是穿上，衣服还是穿上。第二个就是那个客群来了 ，Let's go。Let's go！ 有点，客群瘦，最瘦的。他以为他瘦，可是真的不是。他其实很强，对不对？他一直在练健身，对不对？好强的。好，来吧。可以，就给我。OK， 哥，试一下。哦。各去，先位置，位置，小心不要受伤哦。试一下。
三二一，站！德伟哥吧，宾果，你选啊，随便，你没关系啊，德伟哥吧，伟哥，哇 ，Let's go Alex， 哦，哇，今天 man， CM， 没有，哇，我帮你，请谁来？来，太恐怖了，那欺负人了啊 ，OK。我们小心不要受伤。OK。One, two, three, go。势均力敌啊！哇哇，厉害！哇！阿里斯的表情已经用到尽力了。不行！I can't breathe。金姐妹，我太给面子了，谢谢。辛苦了，队长。讲不出话来，对不起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赢了他。赢了。对，下一个队长，克群。啊？你也是选了三的，是吧？我们是不会客气，我们那是选最弱的，好不好？没有啊，啊，选谁？那就大师兄，不好意思啦。真的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加油，队长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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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油！好，大家好，这个游戏还是有一些激烈的，是吧？好，先啊，严肃一下心情。哇！结实的二头肌、三头肌，还有你的什么肌？好，好，请在中间坐来，请准备，来，倒数三二一哦，三二一。只有是最强的，对，我选错了，你选错，对，我选不是，我们不是要躺平吗？对，躺平，躺平，你们怎么你用心认真的，辛苦了，克群队长挑战失败。哇！好，大家请准备哦，三二一开始哦，三二一。